嗨，伊甸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前一阵子啦，一两个礼拜以前，我们将我们的芭乐在清明节的前后十天做重剪，重剪就是人家俗称的剃头的动作。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它的状况。当然，现在不是这一棵重剪的芭乐树，我们要再往前，再比它更早。找一段时间的那个重剪，找一段时间重剪的这一颗，我们现在要来做接下来的下一个动作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好，这一颗芭乐树是我们的水晶芭乐，那水晶芭乐就是人家俗称的五指芭乐。那至于它是不是跟现在还蛮流行叫水蜜芭乐一样的话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但是我只知道它的籽很少，有些时候几乎少到没有籽，但是有些时候又有一些籽，那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子。但是它的果实比较扁，口感非常好吃，像那个水梨，像水梨一样。那这个是找这个之前再多两个礼拜左右是我剪的，所以现在你看一下，又来新的枝条，甚至有的已经开始来花。那待会我就做接着下一个动作，像这个又来花，这边都是又来花，这个季节。所以你说它重剪之后，它下一个季节就在中秋节前后，有些时候植栽，那个生长，说真的那个时间啊，各项还真的不一定都是按照我们的参考用书上面写的。那我现在要做下一个动作，就是选留枝条。OK， 那我们过去看看。好，来这里，顺便看毛毛虫，抓掉。抓掉毛毛虫。好，我们到这边好了，到这里了。第一个。向内生长的枝条，就是预测它接下来枝条生长的方向哈。向内生长的枝条，这一些我就不要了。向内的，像这个向内生长，这一些不要。手如果这些都不要，都抹除。向内，我要让阳光洒进来，这些向内的，像这个我也不要。向内的枝条，再来向下的这一种，就是适当的。像很多，像这里小的这个就不要了，重叠不要，重叠不要，开始选留枝条。你看像这样开始会来花，至于它来花之后在新的季节会长什么样子，我们再追踪。像这个你看那么多，拿掉。好，这个是可以来。再来渐进式的选留，像这里面长的我都不要了，长在里面。好，交叉的我也不要，里面交叉的不要，长里面的。好，小枝条挤在一起的选留一下。像这个枝条，来这样，这个长在里面枝条不要。这个。然后我们的老妈她也在协助。每一个人对果树植栽的管理的作为会有一些细部的不一样啊，那大原则相同就可以了。像这个两个长在一起的，这里这个跟这个长就适度的戳掉一个，不要啦，那那么多哈。像这个你看这边旁边又长了很多小的，你看三个都长一样，拉掉。在这个阶段一拉很容易拉掉，那像这个长的我把它盖住的这个就不要。像一些这个小的拉掉。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其他留下的枝条它的相对的第一个长势，第二个最后的那个健壮的程度会明显的好很多。好，像在这里这边一些小的拿掉。好像里面你看来这里拉掉，然后像这个拉掉，像这个旧枝条拉掉，在那里面内长交叉了拉掉，
好，算这里两只打架了，就怕拉掉，拉掉这一只，拉掉这一只，拉错只吗？拉掉这一只，让这一只长。啊，安娜，像这一只来，这一只长的方向，你看，拉掉。好了，像这个起来跟它好，再看这一只带果。好，渐进式。好，像再来，再来这里，长相，看，好这里，这一只拉掉，然后这个交错。这个枝条，这一只枝条过来交错，拉掉。啊，在小的时候，啊，这个这么小，好，这也还要有个好处啦。哎，就是没有那么密的话，那个病虫害也比较少一点。哦，啊、那拔蜡这很重要，拔蜡一定是要开心型，所以。你太密，太密的话，第一个长粉介壳虫，第二个没有阳光穿透的芭乐不好吃啊，不好吃。啊、很多粉丝啊，很多。好，像这种，我们不敢说绝对正确，但是一个大方向、大原则就是这样。好啊，所以再看到刚开始记录的，就是踢头踢得很严重，很多原因啊，旁边不是我们的地，左边又有植栽啊，所以。生长的空间就只能不断的去控制了，我用控制啊，控制那整个什么，整个芭乐树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因地制宜，对，因地制宜，因地制宜啦，因地制宜，自己的环境的空间怎么样，就自己去处理。好像这么多，拉掉一些。好像这里这么多，你看这个长一下就不要了，所以还蛮容易冒出新的芽，新芽超多的。好啦，那我们拔了剃头之后的一个接续的管理，选留枝条的管理呢，我们就介绍到这边，供各位做一个参考啊。因为芭乐如果太密集，长得太多的话，它真的很容易得到一些病虫害，粉丝啊、介壳虫啊等等。来，我跟让各位看一下，来这一页帮我捡起来，这一页。捡起来，那翻过来给各位看。像这种东西，如果你太密集，这个东西会非常的多，而且这个会飞哦。你不要看它以为在底下。螺旋粉丝。螺旋粉丝啊，很多。OK，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